今天呢就是投票日了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新北市永和区的永平国小，这里就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她户籍地的投票所。那在稍早前大约是9:30左右呢，她也抵达这边完成了投票的作业哦。不过在投票的时候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，她当时这个身份证是忘记带在身上了，赶快请幕僚回车上去拿。那她在发表谈话的时候也坦言今天心情真的是蛮紧张的，马上带你来关心。今天天气不错，那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踊跃投票，那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。台湾的民主很珍贵，大家要记得投票，谢谢。那今天心情如何呢？又紧张，但是又有信心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晚上有睡饱吗？不能说睡很饱啦，但是总是我们能够努力就是也非常的圆满，那我们就继续的希望未来还继续为台湾跟大家一起为台湾加油。那有带什么幸运小屋或穿什么特别的衣服？我没有特别这样想，但是我这个没有特别这样想啦，但是真的就是带着信心出来，希望大家都要踊跃投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下午有什么规划吗？我要洗衣服打扫。好，可以听到萧美琴是表示说今天心情真的是蛮紧张的，不过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整个投票的作业。那可以看到今天呢民进党多名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，包含了林月琴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万老师等等，都是来陪同他投票的。那新北市的立委候选人吴征还有现任的立委于天也是全程陪同，那其中更是于天呢，他更是陪他一起在这个投票所前面来排队等候投票。那问到萧美琴说她投完票之后下午的行程是什么，她也笑说要回家做家事洗衣服打扫，来等待整个最后的开票结果。